现在我们讲第二级，第二级共有七首乐曲。那么最有技术性强的呢，一个是三六，一个是撼天雷。那其他呢乐曲呢，也都像练习曲中的一些小的民间乐曲一样的，比较简单。那我今天主要讲呢撼天雷和三六，还有一首乐曲呢，就是叫小鱼儿高。小鱼儿高呢是这个瀛洲古调里面的一个慢板曲子，比较有风格。有味道，所以呢，有些指法呢，我需要着重讲一下。现在讲第一首乐曲《撼天雷》。《撼天雷》呢，是一首广东音乐。这个广东音乐呢，大家经常听到的是高胡啊等以主奏的一些合奏乐曲，非常美旋律，一个非常流畅。这个曲子里呢，有大量的这个换把。换把呢，它是怎么换的呢？它给你留了一个空间，就是空弦的空间。比如开始就是这样的，就这边拉索米嗦呢，有一空弦，但是当你练熟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完全不用空弦，都可以的。不用空弦也不算你错，用空弦呢方便一些。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就是一种节奏，在第二行的第一小节，大家注意到有这个节奏，这个中间呢，浮点音符后边加一个切分音，那么后边呢也是这种节奏呢，但是它把这个切分音呢变成两音的连线，从指法上给连起来就，但是呢它这个奏法就比这个简单一些，从节奏掌握上写这一些，这个曲子呢，比较欢快，比较欢快，所以弹奏起来呢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演奏状态很重要，你别拿起来很慢吞吞的。这样就太慢了，啊，一个曲子它有速度要求，这个曲子标的是160的，160是什么概念呢？这个速度，这个速度是吧？演奏起来，希望大家把像节奏性的这种一些。换弦、过弦中间的，这种过弦的东西呢，把作为节奏型的突出了它的弹性，这样呢弹得比较活泼。下面请看蓝微微的演奏。Thank you.